邪恶的魔法是熟悉的敌人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感谢之意在风暴中绽放，我们的道路我离得太远了。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没时间浪费了，失去了好多。我们要尽力救人。感谢女王，你来了。感谢之意在风暴中绽放，我们的道路会在沼泽交集。这些是我见过最凶恶的妖精。谢谢你，我先往前走，我猜你可能需要点帮助。眼前一片黑，我为什么要攻击我们？已经没救了，这不可能！不行，灵魄是给野性种子的。寇瑞斯已经死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循环不息，你不能停下。德瑞文，不！那些怪物一定会付出代价。循环不死，没时间浪费了。智慧果实已成熟，鲜露欲滴，挂树上。全力付出。
魂灵看着我了。你想要我的灵魄，怎么不去找那些古老的墓灵？黑暗正在侵蚀，星光会守护我们。付出的灵魄终将归来。啊，好吧，不过之后得帮我补回来。来吧，我们速战速决。亚登旷野会属于主人的。你别想再夺走任何东西。万物都会沉浮，都会枯萎。有了灵地之心的灵魄，野性种子就会干枯，灰烬之中将诞生希望。周而复始，去而复来，我们的道路在朦胧的灵地中分歧。特纳瓦勒在呼唤你回家。感谢女王，你来了。我的灵帝，我的朋友，我们在特纳瓦勒会合。我需要一点时间道别。你确定安全了吗？附近还有很多戴面具的妖精。特战，我没事的。你们先走吧。我还是留下来陪你们，以防万一。谢谢你。听说德瑞温跟寇瑞斯很擅长恶作剧，是真的吗？我记得有一次在织梦者那边。
休养生息，女王快到了，梦见星空。微风在倾诉你的命运。不好意思，你刚才有说话吗？这下好玩了，我们旷野猎者以女王之名保护亚登旷野，帮助他们就能减轻女王的负担。我们的猎物无所遁形，你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呢？有话直说。百发百中。
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
靠近一点。现在没有目标。我们的目标是我为亚登旷野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为了女王和灵帝。
我离得太远了。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
在没有目标。狩猎永不停歇，当心暗影。我需要目标。我们的目标是我为亚登旷野。女王会照顾你。开枝散叶。很高兴能帮你忙。
旷野欢迎你，遵照女王的意志。没有目标。你好啊，为了亚登旷野，我放到哪去了？森林的敌人要当心了，当心旷野。猎者会回应亚登旷野的呼唤，希望你的猎物不会发现你。
太远了。没有目标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
近一点。我们效忠女王，我们逐渐茁壮，
我需要目标。我们才是猎杀者，我们遵循生命的循环。